啦啦啦啦。本节目由篮球天团组织 Big 碎倾情赞助 ，Basketball Idea Group 仨，这就是我们 Big 碎。陈小亮，北京话大讲堂之篮球特辑。大家好，作为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人士，我热爱的运动除了耍嘴皮子就是篮球了。篮球是一项高雅别致的运动，怎么能少了我们胡同上流社会高雅别致的语言呢？那么今儿我就来讲讲胡同上流社会的篮球语言。来，走着，陈小亮篮球特辑之北京话篮球 Part One， 北京各类是篮球用语。首先，篮球的念法一定要标准，球类运动不分国界，都得加入怀疑。来，跟我一起来 ，basketball， 把球给我，我要回家家。翻译过来就是 ，give me the basketball， 哎，忘了 go home home。然后打球的叫 player，player，player。说我们不是人倍儿能，他们不是人都不太灵。Our players fantastic， those players bad bad。Part 2， 北京 player 篮球黑话。有了 basketball 和 player， 就可以开始打篮球了。北京的篮球黑话总结起来很简单，就仨字：一打、二乐、三乐。先说这打，打什么？打篮球，打 basketball。打哪儿？外线打一个，打不进，打不进，打不进。打 outside， no， 内线打一个，打不了。打 inside， no， 都打不了，那就只能里外里传球。打 outside， inside， outside， inside， outside， inside， outside， inside。哥们儿，咱们甭打，再这么转天都黑了。谁来的？方硕打一个，放大一方。再打一个，放 die again。方硕打完了，方硕打，放 die again。打几号战术？打一打二打三，打万打兔打碎。哎，甭管是打个毛衣还是打一裤衩，反正得打。再说这乐和乐这俩字的一块，因为他们是北京 player 进攻防守的核心词汇，无论职业还是业余，不说这俩字就没法打球。进攻的词汇，比如投篮就是投了，上篮扣篮传球就是上了扣了传了。造个句，有砍投了，有砍上了，有砍扣了，有砍传了。But no砍 no BB， 这些不足为奇。最惊艳的是下面这投篮的时候，这四个字得刻在心里。有了没了，归了我的。有了没了，归了我的。先是投篮以后满是自信的大喊，有了。可一看这球进不去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说没了没了。这时候要肩负起全队的责任，找台阶下，说归了归了归了。结果发现防守人离我100多米，根本讹不着人家，就只能说我的。防守的词汇，防守就是防，去防守就是纵防，人盯人就是 man to man 防。但其实这俩都不好用，我觉着最好用的防守就是用嘴 man to man 防。当对方面对你投篮的时候，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他手离开指尖的那一瞬间，在他耳边轻轻的说一句没了。That is the greatest defense。没了。除了这招，防守也有四个比较惊艳的词，一定要刻在心坎里，就是断了帽了归了我的，断了帽了归了我的。在你没防住的第一时间就要开始糊弄队，明明断不了球也要大喊断了，明明盖不了帽也要大喊帽了帽了。实在没辙了只能犯规，说归了归了归了。然后回身发现队友无奈的表情，赶紧说我的。这话说的太惊艳了，这不是你的还能是我的吗？所以说呀，打球的时候要说有了没了归了我的，断了帽了归了我的。有了这八个词就足够你在北京各大球场混迹了。 Part 3， 北京篮球黑话实战教学。说了那么多，咱们还是得应用到实战中看看。今儿特意找来俩顶级嘉宾跟我对位，刘芳宇和嘉哥。来，刘芳宇防我一个啊！我说有了没了归了我的，你说断了帽了归了我的。行，来开始。打一个啊，走你。有，今儿个四九城的老少爷们儿都来了吗？啊，这是哪儿？沃特。这是哪儿？北京。这是哪儿？北京。不是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词儿还没说呢，球都没了。哎，嘉哥，咱们来一个，你防我一个。嗯，行吧。来，开始。打一个啊，走你。有了。观众朋友们，又到了本周十佳球倒计时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哪来的话筒？十佳球第五位，来看斯塔达迈尔这一招力劈常小亮。力劈什么玩意儿？十佳球第四位，基诺比利这一招声东击西，晃的常小亮脸上无光。嘉哥，咱们这是打球的吗？十佳球第一位，常小亮这一招老北京通州步。对，还有我长脸的时候呢。被抢断暴扣一条龙，仿佛告诉人们他嘉哥才是本周东城最佳球员。嘉哥，按照稿子来，咱们能不能按照稿子来？哦，不错，这是常小亮五大囧。什么？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？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逼的，你一定要记好。俺们常小亮 's fans， 跟着我念，大声点。俺们常小亮 's fans。公众号搜画家常小亮，微博搜 M 豆没事，就是我常小亮。本节目说的挺对，如有雷同，绝逼抄袭。